坐在昏暗的书桌前，呆呆的我想着过去2000多个飞快消失的日子，在7个春天中，我翻看书桌只有你和我的照片，望看背后那数行文字，那是多年前的你写给多年后的我。照片上的你和我就这样任时间推动，啊，忽悠眼睛的相机啊，保留住这般岁月在录影哦，却最最最美丽。啊，那句讲话没关系，赤铜色的陈旧外套，便立在那没办法了。